大丈夫ですか？レイ、キキさん不要管我，你先去吧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的来宾就是 Kiki 三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Kiki。你快要毕业对不对？顺利的话，哎，你跟老师的关系不好。我跟体育的关系不好。你毕业之后有一个要小心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事情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还没被摔了，你真的是一个少女。我经验了日本、台湾的智障嘛，非常非常大的问题。生命有关系，生命有关系，对，真的非常大的问题。因为工作的时候一直做脚嘛，腰酸，然后一直看电脑，一直看电脑，一直啊哈动。然后有一些公司说会发福，你知道发福的意思吗？变很幸福吗？变很幸福，对，没错，变很幸福的样子。那什么是呢？发福就是苦苦苦苦苦，其实意思就是胖，变胖，变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台湾有一个公司是有非常好的福利，养成你的运动习惯的福利，是不是很棒？很棒。这公司有垒球队，垒球队，排球赛，排球，还有健身房，也有减肥的比赛，还有公益健走。你想象得到吗？这公司是什么公司？运动用品的公司吗？自卫队？不是，还这个公司就是这个。台湾复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。然后我们今天挑战的是这公司的一日员工，有很多很多运动的样子。我 OK 了，但是你 OK 吗？尽量。那么我们召唤一下这里的主管，林杰里。杰里你好。你好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欢迎来到台湾复兴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？我们叫台湾复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。是做什么的公司？我们生产门锁，还有其他家用五金，62年了。厉害！听说这个公司是有很棒的福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公司福利非常的好，而且是运动相关的。我们公司特别爱运动，特别爱运动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像是垒球、保龄球、高尔夫球、排球。我什么都会做，那刚好我们什么都不会做。那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试看看。那我们去上班喽！我们去上班喽！走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学弟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来看自动化设备好不好？自动化设备要做什么？所以重点是这个。大鸡哥，交给你了。就这样。大鸡哥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很大嘞！没有啦，好大哦！一个公司的主管也可以当运动选手，为什么？运动可以带出给大家一起合作的精神，其实是很好的。所以现在我也是持续这样的做运动。上班的时候不顺利的事情也没关系，下班之后大家下班一起运动，对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没关系，给他们发泄。大鸡哥。做这个运动啊，有没有对公司有带来什么好处？其实我是觉得说，下班之后有很多跨部门的，我们并不会认识。哎，那个借由活动，我们认识的跨部门的同事，因为竞赛的关系，然后培养我们的团队合作的精神，这我是认为蛮好的。不但身体可以健康哦，对工作也有帮助啊。挖钢筋嘛，对 ，nice。你问题很多哎，可以赶快工作了吗？好啊。谢礼。是，下一个我们来到哪里？我们来到了业务单位。业务单位是，让我们来看看业务有没有在摸鱼。有呢，小善。小上场，现在是业务，但是本来是职业的选手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什么的选手？棒球。棒球哪一队？南明哥。是投手？是投手。之前是职业的选手嘛，然后现在是业务，有没有换的时候要克服的事情？当选手的时候是比较面对自己，把自己训练好就很 OK。但是当业务的话，不止自己的专业技能啊，可能还要面对客人，面对公司的上下，还有很多客人的很多疑难杂症，所以比较。不太一样哦。如果是不爽的事情什么的时候，就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，用下班的时间啊。公司有很多可以运动的方式，就是可以疏解这种上班的压力。然后不爽的时候，等一下你可以站起来吗？好高，第三。你不适合来他边公司。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客户那里卖东西。卖东西，好，卖什么？这个你拿。我们有个很重这个。
好，我们走，卖这个。嗨嗨嗨嗨，卡鲁。这个是我们现在公司最新的电子锁，那我们可以用磁扣，然后密码跟指纹都能够来做开启。你可以用磁扣的方式去做解锁，那还有指纹的部分也可以去做解锁的动作。那现在的话，基本上钥匙出门都不用带钥匙了。我们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我们去喝酒吗？去运动。好，可以不要吗？运动很好哦。好，那我们去运动吧。这个拿回去。接受。对。所以我们来到他们的垒球场。也穿了他们的衣服。好可爱。我比较可爱。我比较可爱。粉丝留言。哎，那么我们体验一下他们的练习哦，我们看一下。俯身，到，喂，哎，走走。Lisa， 不是我接的不好，是你丢的不好。不是我的，我打的不好，是他丢的不好。ミキさん、大丈夫ですか？累。ミキさん、不要管我，你先去吧。有啊，我们体验完的一日员工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有好的事情。一个，嘛身体跟心是一起的嘛，所以心理的压力很大的时候，这样运动是么放松。然后第二个，如果呢不喜欢的上司在的时候，用力用力打回去，啊，每次放上司，每次放掉，应该可以吧？因为是运动人精神嘛，对，这样不会空，没有上下，没有上下关系，然后每次放。看哪里？跨三啊你！第三个，上班的时候常常是没有运动的习惯嘛，但是这样常常运动的话，不会发福。不会发福。这个真的很棒。那么大家，学日语的时间到了，耶！教什么好呢？那刚刚的呢？垒球。垒球。Softbal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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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第二个单词。第二个。运动し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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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第三个。第三个。太ります。太ります。取ります。取ります。取りますじゃあ便番でいいですね。ファー。ファー。但是千万不要讲ファーフだほん。看起来你很幸福的。マシュマロ系。棉花糖系。まあ听到的时候ね、一回先吃よ。マシュマロ系、很可爱。如果大家运动不够，可以进去体育认证的公司。工作很重要，赚钱很重要，但是健体最重要。那就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